台灣真係一個好適合踩單車嘅地方啊，有好多路線都好值得去啦。咁環大台北喺我四月嘅時候就去咗踩啦，咁就踩咗200几公里左右嘅。咁今日就同大家一齊睇下點樣踩啦。咁首先啊，嗰日我哋就由朝頭早嘅萬華區住宿開始出發啦，咁就向住下面踩先嘅，就踩到去動物園。不過動物園咧，我哋就冇入到去睇嘅，淨係喺個門口嗰度望一望啊，打下卡啊。跟住咧，我哋就再去青銅老街，然後再去靖安吊橋十分嗰一度嘅。咁青銅老街同十分呢兩個地方，就算唔係踩單車都有可能會聽過啦，因為都係去旅行幾出名嘅地方嚟嘅。有唔少人去台灣就係去十分嗰度去放天燈啊，又或者去係啦睇下條老街咁樣咯。跟住我哋再去福隆嘅車站，再落去舊草嶺嘅隧道。咁舊草嶺隧道係一條以前俾車行嘅隧道嚟嘅，跟住就改咗可以俾人入去啦，又或者係踩單車嘅一條隧道咁樣咯。跟住我哋就一直係沿住個海踩㗎啦。咁我哋會去到台灣嘅最東點啦，三雕閣嘅燈塔，然後再上去鼻頭角，之後咧會再經過陰陽海咁樣嘅。哇，聽個名好特別啊！嗬，咁唔知會係點樣嘅咧？咁下一站係基隆嘅海洋廣場啦，又係一個景點嚟嘅。再上去就係石門洞啦。咁可以見到基隆上去石門洞都幾長嘅，有成30几公里嘅。咁上到去石門洞之後就翻落去紅樹林噶啦。咁我哋會喺紅樹林嘅附近上翻自行車道，落翻去萬華區咁樣咯。咁就完成依200公里嘅環大台北啊！真係有好玩嘅地方啦，亦都有啲好驚險嘅地方啦。由朝頭早踩到去夜晚啊，咁成个嘅过程会系点咧？就同大家一齐睇下啦。今日嘅导游就系小岛啊，咁阿导咧就同我哋踩咗个如来神掌啦，咁然后今日咧亦都会同我哋踩嘅。咁我哋依家嘅时间系7:42啊，可以见到啊，我同 Ice 系同款嘅眼镜啊 ，New Balance。哇，咁早先咁多人出嚟踩公路车喎，原来越早越多人踩。我哋都系嗰个门口嗰度入。我坐喺嗰度喎。系咩？我喺嗰个门。你使唔使介绍下今日个路线先啊？站我哋会比嗰个 event 嘅环大台北踩得更加长。系。车道落到去乐山十分又系个十分唔系叫十分嚟嘛？定都得噶。是但啦。因为九分同十分个公字系唔同噶嘛，而家读同一样嗰只就成日写错啊嘛。十分就吊橋啦。好，目標試下踩上，踩上。試下啦，試下。咁啊，一步我記得。好貼咯！咁我哋繼續沿住依一條嘅河邊啊，一直咁樣踩啦。想玩千秋，我都想玩啊！台灣嗰啲遊玩設施咧，覺得好玩好多。哇！依啲咧爆旋陀螺，小朋友最中意嘅爆旋陀螺主題曲啊！我要與你硬碰啊！這爆裂極高速。24公里已經9点钟啦，時間已經過咗1小时19分啦。哇！呢度都有個長頸鹿喎。哇！咁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連續踩20几公里啦，又啱啱離開咗動物園，係啦。咁啊，我哋要入縣道106去青銅嗰邊。哇！高速公路喎，阿祖帶我哋上高速公路啊！我哋係上高速公路過去啊。唔係106縣。
果隔離呢度咧冇泊車，又乾淨翻少少嘅話咧，就可以踩呢一條線，完全啊係肆無忌憚咁樣啊喺度飆車可以。啊，依家冇嘅車可以啊埋翻少少啦，幾好咁樣。可以踩得好快呢度，順住風。有時俾啲燈位搞亂，緊過唔過得，變咗紅色啊！好，好，好。好啦，同大家匯報一下，啱啱咧經過咗雲台山啊，喺上面嗰度，9:42，係啦。繼續去啦，今日冇乜上斜，主要都係平路，橫大台北啊嘛，上斜得少少咁樣咯。個環境好靚啊，呢度。Hello， 咦？除咗我哋都有其他人踩喎，係啊。哦，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青铜钉啊，欢迎各位来到。佢嚟緊啊！佢係誒嗰度係總站嚟㗎啦，已經係。哦。如果想近啲，我哋可以喺嗰度行入去。佢走啦。已經嚟到啦，不停落車，平溪啲乜新不是平溪區衞生所啊？平溪區老會，啊，俾大家睇依度嘅環境。歡迎拍照，請勿攀爬。我想食蕉，不過唔知道有冇垃圾桶，食條蕉先，順便可以減輕一下重量啊嘛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就出發啦，由依個平溪啊，就踩過去10分啊。咁依家嘅時間係10:37，已經過咗2:55啦。咁呢個係由我出門口開始計嘅，冇停過，距離踩咗45公里啦，爬升373。平溪車站啊，點解我覺得？幾靚啊！到咗10分啦，即係啲人放天燈就喺對面嗰度放嘅。天上面都見到天燈。咦係喎，我都見到成座山上面都晾曬啲天燈嘅殘骸。啲人唔思考究竟滿足自己嘅娛樂啊，定係愛護大自然咧？其實都有講啊，不過係咯。啊，同大家一齊聽下啦。唉，成日唔見咗啊！佢影咗張相俾我睇喎，喺依度喎，對面嚟咯喎。嚇，咁快？冇理由㗎。瞬間移動啊！唉，成幾時識呢個超能力？瞬間移動唔話俾我哋聽。咁有一啲嘅劇集啊、電影啊，都可能有一個場景嘅，就係一對情侶喺條路軌上面放天燈啊，咁就會係後面嘅依一條路軌咯。无言观自在，怨流长和满干坤。乾坤 ，sorry。山城无言，观自在，怨流长和满乾坤。哦、我想咗攞个电话嚟咁样啦。跟住，山城就好快咁行过去咯。系咯。
早晨，忍冬。喺邊啊？咁啊，田中橋今日都唔算話好多人喎，幾好。係咯。好啦，依家跟住亞島導遊繼續去啦。咁我哋就離開十份啦，一陣就會經過著名嘅隧道啦。咁嗰條隧道本身咧就俾車行嘅，就改咗係可以俾單車行。其實呢度真係幾好，佢畫咗條線出嚟俾單車踩咧，完全唔使擔心話有車喎。双隧道啊！我依家去紧。平溪去双溪嗰条隧道叫平双隧道。平溪去双溪，点解个天好似有啲暗嘅？我哋嘅太阳眼镜影响嚟嘅啫，应该。系。车队。点头点头。Hello。剛才我問你要不要幫手帶車啊？來 ，OK 啊 ，OK。我百幾公里喎，留啲油喎。嚇，有，因為咧呢排我掛抽車。哇！都冇到啊，車瞓咗啦。車瞓咗冇？車瞓咗。我係去呢度啦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咧中途休息啊，就喺度食飯啦。咁 Isaac 就係依一個，阿土就係依一個飯。你個咩飯嚟？豬扒咖喱飯。豬扒咖喱飯。咁我咧就揀咗兩個雞肉飯飯團嚟嘅，係啊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咧喺福隆車站啊，頭先食完嘢就上到嚟，準備離開啦。誒，阿生睇下，係啦，幾長啊？條隧道三公，咁都幾長喎，幾正。準備飆車啦，阿成。又飆車。即是之後不入得的意思，五點鐘之後就刪了條車。哦，咁樣嘅。不過見到佢哋嗰啲車咧，有啲係電動車嚟，都幾好其實。嗰啲電動車係冇車牌都可以，可以。可以嘅。Isaac 咁樣操快佢，即係會唔會爆咧？我佢快咗咁樣。可能自我感覺良好，去到後面就小心爆啊！人哋話加油，唔好真係不停加油啊！個心入面。心入面有就得噶，肉體上面唔使加。哇！有人幫我哋做襯托喎，好似千與千尋嗰啲隧道咁咧。入咗去唔好擰轉頭啊！哇！幾有 feel， 幾有 feel！ 哇！歡迎大家嚟到舊草嶺隧道。咁依一度就係以前喺俾火車行嘅隧道啊！好啦，咁我哋依家咧可以見到啊，喺新北市同埋宜蘭縣嘅交界啊，咁我哋就去宜蘭縣嗰邊啦。冇錯，係啦。仲有佢啲燈咧，專登整到唔係話超級光嗰啲大燈咧，我覺得咁樣先有 feel 咯。咁有時候啲唔同啲嘅嘢可以即係感受一下。初頭仲以為會好光嘅添。點知佢有少少暗暗地咁樣又幾好喎，出到嚟啦！啊，哇！新嘅路軌啊，依應該就係、是、下一站去台灣嘅最東點，係啊。
OK， 上山嘅，喂，有波波喺度。咁我哋又踩緊去最東點啦。佢上面有個亭添喎，見唔見到個波波位？前面嗰位我上嚟。前面應該400米左右。係你嘅時候啦。係我嘅時候。話說我上次睇，呢度係踩唔到嘅，但係好似係小鬼峰嚟。如果終點喺波波位嗰度咧，咁應該就唔使話再踩得更加斜嘅應該。我見到座塔喺上面喎，唔喺嗰座啊，好高喎、啊。環大婆大台北，中間加拆一段，踩大山，哇！壓到，唔係啊，有少少懷疑喺嗰度。哇！嗰邊咁真係可能可以上去。高座塔上面咁咪真係好高囉。又嚟到一個站啦，歡迎大家嚟到台灣最東點，借呢個波波嘅陰影去避一避暑先。我以為係要踩到上去嗰度，即刻嚇一嚇嚇，唔係啊，阿島唔係啊，帶我哋過嚟呢度踩單車。你唔驚啦。冇得上去，應該就依家就喺最東點啦。燈塔就喺我嘅隔離，一望無際。咁依家咧就踩咗85公里啊！目前嘅時間係2點。今朝冇咁黑嘅，因為日日都落雨。我北高嘅時候已經領教過啦。咁時間係2點28分，我覺得都幾高嘅機率係踩唔曬。又或者是都得，但是回到去很夜咯。除非我哋的車速是非常快啦。沿住個海咧，圍住咁樣踩過去啊！嗱，見到對面嗰度嘢，我哋就要踩過去嗰邊啦。同大家再仔細匯報一下，我哋依家是去揀呢、這個鼻頭角。鼻頭角踩完卡，再去基隆嘅海洋廣場。去完海洋廣場，再去石門洞。石門洞咧踩神掌都有經過嘅，不過嗰陣咧我哋就冇影相。有啲唔同啲嘅嘢可以望一望啊！到了鼻頭角，踩咗好耐啊，真係111公里，一940爬升啊，係。踩咗7小時48分啊！鼻頭角，我依一個就係嗰個鼻，你睇唔睇出啊？好啦，咁我哋咧又再出發啦，依家踩緊去基隆啊！歡迎大家嚟到陰陽海啊！見唔見到個海係一邊藍色一邊黃色啊？陰陽海。哇！都有啲嘢望下，咦？依度咪就系上次落雨咧，喺度避雨嘅，咪就系依度咯。吓、啊，咁嗰阵咧就系想踩基隆嘅，就落大雨中途就转走咗去搭车，依家咧就真系沿住翻依一条路踩过去基隆啊！系啊，又嚟到补给点啦。好啦，咁我买咗两条蕉同埋补矿力啊。依家是132公里啦，時間是4點44分啦，咁計時器已經過咗9小時03分啦。Hello， 好大啊呢度，成個銅鑼灣咁啊，係啊，幾大啊睇埋海洋廣場，好肚餓啊，食條蕉先。你啱啱你喺10幾公里前你話啊唔使食嘢，跟住啱啱聽到你話好肚餓，係、啊、真係好肚餓。山嗰度啊，好肚餓啊！
我真的好肚餓啊！我真的好肚餓啊！食條蕉先。原來佢會肚餓啊！你51公斤。點解人哋可以咁快嘅？嗰兩位師兄。我知啊，係咯，我又諗緊點啊？佢明明係咯，係咯，佢嚟咗。佢搭車過嚟啊！冇接勁過嗰度，直一條線嚟嘅。佢嗰輛係咩車嚟啊？電動車。係佢哋啊，係佢哋啊，好型啊！電動車。好，你可以講多次啦。好啦，我開咗機啦，講多次啱啱你講嗰個，啱啱冇開機。呢個風景好好啦。係，跟住咧。咁就係 Chris 操用喎。OK。頭先佢就係講呢句。唉，轉一轉個透明鏡先，俾大家望下。專登帶了兩副眼鏡出嚟啊！真正的補給師。如果咁樣嘅話，你介唔介幫我袋住？袋住。好重喎、啊！好重、啊。好重喎、啊！我幫你咩啲啊？你有冇嘢俾我幫你咩？講笑啫，你俾我啦。買咗一包嘅紅仔糖啦，跟住一隻嘅朱古力，跟住咧仲有兩包嘅麵包、菠蘿包啦，同埋呢個豆沙餅啊。然後就去石門洞啦。因為依家嘅時間係即係越嚟越接近夜晚啊，咁預計去到咧乜嘢都睇唔到嘅，好似嗰啲海濱嗰啲海濱長廊啊，係啊，咁啊對住個海依個就覺得靚好多啦，好似一望無際咁樣上面，即係出面啊，對面係乜嘢都冇啊。咁我哋中途咧就穿過行人路啊，望到個海，哇，幾靚啊！依家已經踩咗149.4公里啦，係啊，咁啊6:08，時間已經過咗10小時26分啦，爬升係1123嘅，咁我 keep 住個火數其實都係50至100，非常輕鬆。哇！呢度間 set 幾特別，成間博物館咁樣啊，好似幾好食咁啊！望落個門面，有啲似大美督 feel 啊！哇！呢度有海，我都望落條路，無窮無盡啊！真係好似唔會完咁樣。大直路咁樣去，係啊！俾大家望下個天啊，天下嚟影都，希望依粒電可以捱到過去啦，捱到過去先再換電。嗱，依一度咧重複咗神掌嘅路線啦，開始。咁啊，嗰一個位咧就轉出嚟嘅，上一次係。唔得啦，粒電咧即係紅色啊，即係電量紅色啊，換咗電啊，咁停一停，大家叫咗 Isaac 同埋阿寶啊踩先啊，咁佢哋就出咗發，然後就喔喔喔 ，hello， 又廢嘅，頭先係咁廢咯，換電嘅時候。原來即係前多少少就係、是。即係本身我哋以為係廿幾踩咗30幾，我就心諗點解哇，我踩好耐喎。我就不停踩不停踩。好啦，俾大家望下依家啦，咁就距離166.4公里啦，咁踩咗11個鐘啦。俾大家睇下啦，石門洞。咁上一次踩神掌其實係有經過嘅，同大家一齊睇，不過可能睇唔到啊。我肉眼望咧，其實係望得到嘅，不過太黑啦後面。不石門名勝啊！不石門名勝。哇！依、這個就是 iPhone 14嘅威力啦，你哋可以望住 iPhone 14見唔見到？哇！嚇、啊，咁樣俾大家去望下。啊，佢依度啊真係睇得好清楚。如果用 iPhone 14去影嘅話，不得了啊！OK， 買翻只啦。新嘅家庭成員。好咗信念，翻去食甜品。你如果你頭先你冇食嘅，你頭咁跟住嗰間萊爾富你都食咗啦，係咪啊？係啊，都要食啦。
中指的入口在這裡，那麼稍後記得 Isaac 在這裡停在這裡，你好像換電了，記得你好像不是下一個，下一個都要換電，不是你在這裡有停的，記得考我記憶力啊 Isaac， 現在踩了100多公里，考我記憶力，看看 Chris 累不累先有神志嗎，聲啊倒甩了啊，你說不要理他，慢慢慢慢，我還以為你說話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繼續衝，不要測試我 OK， 累不累啊 Isaac， 累不累，攞埋個車就算啦OK， 依粒電又係冇乜啦，最後一粒電嚟嘅，依部機已經係。玩了整日178.9公里，即是180公里，現在踩了這麼多，踩了的時間已經過了11:50，現在是7:30了，如果你想的話我保持都可以的，我帶路嘛，跟住去到你熟路那些位置才帶，好啊，但我怕我抵不到火車，所以我帶都 OK 的，你大聲喊前面轉了，前面轉了，你早知道告訴我聽。拜拜。Isaac 努力的身影。係啦，咁啱啱咧就同阿島啊分開咗啦，咁阿島就翻屋企啦，咁我哋都翻屋企啦。依家就喺淡水附近啦，經紅樹林踩翻去啊。係啊，好想食飯啊！你話大聲話俾我聽啊！嗱，咁我哋咧就翻翻嚟依一度，大家話唔定都好熟悉嘅地方啊！依度成日都經過嘅，第一次啦，嚟台灣同埋之前，依家已經係踩咗202公里啊！咁啊，時間係8:32，時間已過去。12:51啊！哇，咁下升系1459，再快啲你跟唔跟到？再快多少少嘅话，少少，好，俾埋啦我，好啊，睇跟到你 OK 而家，掂唔掂 ？OK， 而家終於都翻到嚟啦，咁啊上去同大家睇下成績啦。喺度獎先啦。
好啦，翻到嚟住宿呢一个啦，最终嘅成绩咁就公布一下啦，209.45公里嘅，经过时间咧13个钟，移动嘅时间就9个钟啊，爬升咗1468，系啦，依家嘅时间啱啱好9点钟翻到嚟住宿呢一度啦，咁就休息一下啦，今日就完。咩嚟噶？噔噔噔噔，咁喺買依個之前，其實食咗個日式料理啊，喺一間日本嘅酒吧嚟嘅，不過我冇飲酒啦，當然叫下啲咩日式飯啊、串燒啊，跟住係買咗依個嚟食下。啊，你摸佢隻手，咩手？啊，哇，幾明顯，揾你拿朱古力啊，依個係最新消息啊 ，Isaac 個依個哈根達斯嚟嘅，係冇根用啊。正常應該在個蓋嗰度有隻筋嘅毛，所以我的建議就係俾我條雪條棍咧，雪條棍。不過要等我吃完先。我放冰格先。好。